对，到了这个圣诞节就会想到自己非常想念的人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念的人，我有一个非常想念的人，我要跟他打个电话，来，哎，一共就마지막이요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添加眼界夜卡，更多精彩内容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